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《王者荣耀》体验湖啊，百里玄策，还有个教学关卡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教学关卡啊。这百里玄策好像是技能是靠二技能吧，就是多利用二技能啊。欢迎来到百里玄策教学关卡，在这里您能学到百里玄策的一些基本技能操作，使用技能神乎勾连，对吧？然后用远程普攻，使用梦魇勾连，勾中敌方英雄。它这二技能有点像百里守约是吧？使用梦魇勾连攻敌人时间3次。哇，你看这距离够远的吧？使用勾中的敌人。这个技能好复杂哈、啊，瞬间闪到对方后面，这就是他的教程。皮肤碎片来干嘛？这边是要给我，应该不是给英雄碎片，应该给皮肤碎片啊。这个我们去打一把单挑的模式啊，既然刚刚训练过了是吧？我们因为如果打别的匹配啊、排位啊，我估计能拿到这个百里玄策的几率不大。坑啊，没有百里玄策呀！啊，我的天啊，上当了！没有百里玄策，那我玩个毛线？那我就放一个吧，放一个芈月吧。闪现，斩杀吧，这个单挑模式还是用斩杀。哎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啊？什么鬼？为什么他有百里玄策，我没有百里玄策？那奇了怪了啊！等下我要重启一下，软件，可能是刚进入训练营再过来就没有了。这就尴尬了。看看他能不能打得动我吧，我可是单挑王啊，不折不扣的单挑王啊，有点卡，那把 WiFi 关了吧。太爽了，他的够啊！我操，这家伙好猛哎！等一下啊，我这个还没有到四级以后啊，到四级以后再跟他打。感觉这有一套啊。那钩子很厉害、啊，
哎呦，他怎么知道我在那里？啊，他竟然把我一技能给挡过去，我的二技能好像没用了。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当吗？可他这钩子好像每次都会钩中哎，太猛了吧！啊，他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我靠，这跑得太快了吧！百里玄车这么猛啊，要四级啦，好牛逼啊！感觉我有点打不过了啊。我操，他怎么每次都能勾中呢？我靠，他在这里勾得太久了吧？他的距离比我那个还远啊！带走带走啊！一起死一起死，不能让他活，再让他活着我就死了，太无敌了啊！他的钩子怎么每百花百中啊？小兵不能挡着呀！这个就一定要想办法躲开他的技能啊！他钩子距离好远啊！靠！你看这个。他这二技能太远了，我操，根本没法挡呀，没法破解啊，勾中以后就是一个死啊，好牛叉的技能，好牛逼啊！这个技能，单挑完就这么坏了。我靠，这也距离也太远了吧！他的技能太远了，比我这个技能远不说是吧？而且还无法阻挡，没有东西能阻挡得了他的技能，他的技能不打小兵就打英雄，我操，直接把我拉回去了，靠，完全没有反抗余地啊！我说百里玄车太牛逼了，靠，他抓住了人以后那个远距离打得实在远啊，他都出了什么装，我靠出了那个制裁啊，把我，所以说我吸血能力被他抑制了，这么强势的英雄灭一的，我现在才出一个血输出来，我怕他那鞭子啊，我操，完全无敌啊，他那个大招过来是打线上的人，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。
靠，一拉过去就是死，哎呦我去，头发打不过他。这太恶心了，这技能太恶心了，完全没有。小兵要是能挡一下，我最起码还能扛得住，是吧？他说小兵完全不会挡啊。哇，这也太牛了。我重启一下吧，先玩到这吧。